发小姐姐啊。Hello。喂。你好，你好。能听到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嗯。哇。这个，我刚刚下了个单啊，你接单速度有点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看。好的，没事。你游戏打得怎么样？游戏打得还不错，全能混子王。哦，我有点坑，你能带我赢吗？如果不行，我就退单了。我尽力。哦，行。你游戏什么水平啊？嗯，那可能你们不要骂我啊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你脾气好不好？我先问清楚，你脾气好不好？脾气不是很好，就有时要看情况的。如果别人坑我了，我就有点生气。嗯。啊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不能做什么弥补吗？就是你生气不能做什么弥补吗？我生气啊，我生气可能会做俯卧撑。如果打游戏输了，我很气，我就做俯卧撑，然后就好了。啊，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嗯。做俯卧撑。嗯，对。蛮厉害。嗯，对。嗯，那你平时就经常会锻炼咯？嗯，还行，我身材很好，肌肉很发达。什么八块腹肌那种是吗？啊，八块腹肌没有，六块吧，嗯，身材很匀称，对，身高1.8米，对，体重160，全是肌肉。真假？对，你是那种就跟厄加特差不多那种。跟厄加特？不，这个那个，厄加特很丑，我是和这个李青至高至全那个皮肤有点像。那个不，对，那个是瞎子吗？哎，但我是身材，嗯，身材。啊，这样啊。对对对，嗯。你这个游戏最高是什么水平啊？最高，我其实撸啊撸打很多年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怎么上分，最高打到钻4。钻4。然后就没怎么打过了。哦，行，我最高。是蛮早。嗯，我最高白银4。啊，可能我们这个年纪有些差距啊，有差距。啊？我们对我，因为你可以叫我马大叔。马大叔。马大叔，对，我姓马。马，你姓？嗯，叫马、哦。对，然后年纪很大。马大叔。对对。你有那么大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嗯，40多岁。嗯，来不了。40多岁。对，42。嗯。那。很快，我大哥，对，是有点大哦，是有点大啊。好 ，OK， 不能吧？40，那对，我没事干就会玩游戏，对，我喜欢玩游戏。那有家庭了吗？嗯，有。啊，那有四脚吞金兽吗？什么？就是有孩子吗？就是啊，有四脚吞金兽。四脚吞金兽，有有有，就是。这是一个类似养成游戏，养大了之后就吞金。哦，这个样子的啊、嗯。你是安妮是吧？很多钱。对，我是安妮。你要 carry 啊、哦？我可能会有点坑。那你点单，你老婆不说啊？就是就打游戏，还要找小妹妹一起打游戏。哦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，很刁钻啊。这个，先打游戏，先打游戏，嗯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我这把是辅助啊，火男辅助。烧的好，他们下路被我压制了啊。那挺好，我在中路被压制了，很烦。烧的，哎呦，晕住了，晕住了。哦。哎呀。烧他，真烦，真烦。嗯，啊，我们这把有点难了，有点难。哎呦，是的。感谢想和想看老马的飘 solo 的飞机。啊？是啊，我没事干也会直播，嗯，也会直播。啊、对，有人给我送礼物。对对对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你在哪里直播啊？在斗鱼，斗鱼直播。我白天没事干的时候会直播，然后晚上会唱歌。哇，你对我观众刚才给我送了一个飞机，你知道吗？飞机、嗯、大飞机。飞机多少钱啊？飞机的话100币。100个币哦。对对对。那比你们唱歌
感觉要赚钱。嗯，刚才这位是我的这个老观众，哎，老板。哦。嗯，对。哦，这样。我、哎、嗯对。那我老板的老板，我应该喊什么？你喊他老板也可以。比较大。嗯、对。啊、哦，我也叫老板是吧？谢谢老板，是这样吗？嗯、对对对。OK。啊，谢谢老板的飞机是吧？对对对，打飞机。我要猥琐一点了。嗯，我一般一场游戏打完之后，大概能收个10到20个飞机吧。这才是第一个。这么厉害吗？对对对，马上后面会有很多，会有很多。这么厉害吗？对对对，有时候还有这个大火箭，来来来，抓一把。大火箭。哎。金克斯的火箭吗？哎，完喽，我要死喽！但是他要死，他被我队友杀了，肯定的。这个你能应该能搞定吧？那你感觉？我靠！这个人还在这里跟我，好烦哦！你真的烦，兄弟。GG喽！啊，没事，这把对面都很强，嗯。马上要下岗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15B我会恢复。嗯，你歌唱的好，哎，要我好玩了。炸死你！漂亮 ，OK。OK， 我杀人了，下路。Hey, 你这把我 C 好吧？靠你 C。对，我 C， 我 C。嗯，你调整好状态啊，我来 C。好。OK， 来来来，帮我抓一下。烧死你！我。10分钟，我的衣裳都没了。大招弹死他，复仇成功。OK， 再来一个。算了算了，哎呦我靠！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可以可以。炸死你呀、啊！可以，我这把我出杀人书 ，11-5还可以。我又要死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他老是卡我的位，我的妈呀！你遇到高手了，你遇到高手了，嗯。我怎么刚说到私信？哎呦，是音乐老师吗？挂了，你怎么不来帮我啊？什么？我刚跟我说你是马老师。对，你叫我马叔就可以，马叔。嗯、马叔。对对。你是什么老师吗？有音乐生，以前有这个教过学生，教过学生。嗯、音乐老师啊。对对对。哎，这么厉害啊！还行还行。那，哎呦，难怪说歌唱的那么好，我都感兴趣了。对对对。我来帮你杀他啊！来抓一波，抓一波。是不是很感兴趣？抓一波，抓一波，抓一波，抓他，弹他，走你！哎，1000块，可以把他干掉了。可以 ，nice。我就杀人书喽，我起兵喽。来来来，杀他，杀他。没大，完了，他这个伤害我当然说不能掉。没事，他闪交了，不亏的，他把闪交了。嗯，我没有大是吧？喂，回家喽。马老师这个称呼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哦，不知道哎。嗯，也可能很多人叫姓马吧。嗯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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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没事，下得来，下得来。我，哎呦，看了一眼，踢他看了一眼东西。哎，我靠，你怎么踢他？他跟我一样麻瓜。去！完了！快跑！我杀人输掉了。完了，输了。哎呀，我好烦啊！没事，输了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嗯，但是跟你这个耍游戏感觉还是……哎，没有。哦，继续喽。GG。来来偷袭！死亡金身，死亡法战金身，我还以为是你打野，我就选了个。你是恐怕是真的有点小调皮，你在乱搞，哎，交死亡闪现，我靠，这都不死啊！这都不是啊！快走快走快走，他伤害很高，而且他还输肉，直接
回不去喽，继续喽。哎，回马枪，再到这里来回雕的一。哎，你是不是人家说的那个什么什么金牌讲师什么马老师是不是那个、啊？金牌讲师啊，手掏对吧？金牌讲师这个也是这个别人给的一个称号，一个称号，嗯，对。哦，是不是那个人家之前总讲什么，回手掏鬼刀一开什么那看不见那个、啊？哦，那个啊，那个对那个，那个对，那个是我，嗯，无意当中说的，对对对，没错。这么厉害吗？不厉害不厉害，只是一段台词而已。嗯嗯，鬼畜视频哎。哦，你也看？好的好的。对，要看到那种视频，就是什么，手套、鬼刀一开看不见，走位走位是吧？是那个吗？啊啊啊！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是我说的，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好像看人家就是说什么，就是那种击杀紧急啊，什么那种鬼畜视频啊，都会有，然后挺厉害的。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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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有看过那个很多那种视频没？哎呀，我被吊打了，我现在很生气。我们结束，我们去，我等会去做个俯卧撑啊。对不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怪你不怪你，嗯，我并没有 carry。我脑袋里面一直在想东西。好的好的，嗯。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没事，我玩游戏输赢不在意，不在意，在意的是过程啊。那就好，你不会给我差评吧？不会不会，啊，这还能给差评是吧？啊别。啊，没有，我不能给差评，这个不能给差评。啊，我只是问一下，问一下啊。